这是一套红血强法连，邓神现在打出33连、34连突破、46连，天榜前进半边了。我大家数数多少个超杀了，几个超杀了，朋友们，大家算算这是打出几个超杀连了。68连，八锤现在要开始发动反攻了。那阿东已经没有枪反了，八锤也没有枪反，江西好生龙有没有八锤还有一次机会，八锤现在只剩一丝血量，一个重拳就可以干掉八锤月了。阿东现在红血加有气，他现在不敢发大波啊，两人血量相差无几，顺反过来漂亮，给八岁点个赞吧，朋友们。